我们继续讲这个表面处理。接下来我们讲第四题第八课纲之后的，这个是107年统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看它里面隐含什么重点吧。下列何种表面处理方式的主要目的，不是为了防止锈蚀？秋起来，不是为了防止锈蚀。锈蚀就是生锈。对不对？房子跟氧产生氧化反应叫做锈蚀，而有一些我们之前刚才我们有讲一些做表面处理，有些不是为了防锈，对不对？有的是为了美观，有的是为了增加硬度，对不对？等等等。接下来那就看看哪一些不是为了防止锈蚀。第一个磷酸盐处理，磷酸盐处理是为了防止锈蚀。磷酸盐处理又叫做派克处理。派克处理是用在什么情况下呢？派克我就想到蜘蛛人，你知道蜘蛛人叫什么名字吗 ？Peter Parker， 有没有？你不知道蜘蛛人？对不对？蜘蛛人会，蜘蛛会很小啊，爬到罐子里面。磷酸盐处理就是专门用在做表面处理，尤其是内部容器内部。这样写起来，现在写这个叫派克处理。你旁边写啊，小蜘蛛内部现在写。小蜘蛛内部就是这个磷酸盐处理，防止容器内部锈蚀，我们会做派克处理。小蜘蛛内部现在写派克处理，要我给你看课本，但是我的演讲、我的学习记忆，我教你不尝试。派克处理，我就想到 Peter Parker 蜘蛛人。OK 啊，好的。铝合金阳极处理是的，也是防止锈蚀。我不是之前才讲吗？我们有铝门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会生锈？因为表层有一个致密的氧化铝，又叫做三氧化二铝，是一个非常致密的隔离层。会防止铝继续锈蚀下来。阳极处理，铝要接在阴极还是阳极？请说。阳极，之前都有教。电镀，关键要带镀金属或背镀金属要接在哪一极？阴极，对不对？这我上节课都已经讲了。有的同学已经不知不觉被我洗脑都会背睡觉讲梦话都会讲得出来对，所以它也是防锈蚀，没有错。A 和 B 都是渗碳，哇，金属低碳钢外面渗成碳，碳这个东西硬的，会增加硬度，它不是为了防锈蚀。这样知道吗？所以这一题就选 C， 渗碳是为了增加硬度，你自己写啊。渗碳是表面硬化处理的一种，它让这个低碳钢写起来硬化，增加硬度。现在写，发蓝处理，发蓝处理也是防锈蚀。顾名思义，经过发蓝处理之后，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颜色？蓝色，蓝黑色。什么地方看得到发蓝处理？我跟你讲，讲出来你会吓死你。有一个东西，
一片很深的蓝黑色。枪管为什么要做成黑色啊？为什么要蓝黑色？你们想过？举手，为什么枪管都是黑色、深色？为什么不会反光？对不对？举手就是怕被敌人看到我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枪管是白色、银色，那一看就知道你躲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是举手了。所以枪管都是黑色、蓝黑色、花蓝色，这样知道吗？现在就讲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增加这个印象。来，我们加上课本，再把课本的东西我们再复习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磷酸盐的注意。来，打开课本，来，马上跟你画重点。来，我们来看281页。啊，来，啊，第一个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防锈啊。防蚀的处理方法哦，这些都要知道一下，而且知道它用在什么地方，好吧？第一个渗与防蚀法，自己圈，自己圈，防止钢在高温时氧化，钢圈起来。渗与防蚀法就是防止锈蚀啊。第二种。就是我刚才传说中的派克处理，怎么写？哎，不是啊，啊，是这个，讲错了，磷酸盐才是派克处理，铬酸盐处理圈起来。刚才考试没有铬酸盐吧？没有，是磷酸盐，看一下，可是我看错题。啊，磷酸盐处理是派克处理，磷酸盐啊，所以我自己来看。铬酸盐跟磷酸盐不一样吗？铬酸盐处理也是一种防锈蚀哦。啊，处理什么东西？锌铬圈起来，圈，锌铬 ，OK。好，下一个，派克处理比较有名，派克处理圈起来是磷酸防蚀法，就是磷酸盐防蚀法也一样，自己加一个括号。磷酸盐也可以，派克处理。我想到蜘蛛人 Peter Parker， 请你在旁边画一个蜘蛛人，会不会画？画一个圆圆的蜘蛛的头，自己再画一个身体，就是派克处理。派克处理用在什么情况下？我帮你画重点啊。适用于这边，适用于无法辨物之内。有些东西是内部的，我们不好去辨度，我们就用派克处理磷酸盐防蚀法，把它泡在吸的磷酸盐的水溶液，做那种热浸，它就会产生磷化膜在内部，这样知道啊？所以我刚才叫你写，小蜘蛛会爬到东西的里面。所以把它写下来，无法辨物之内部表层，我们就会用派克处理，这样知道吗？磷酸盐处理圈起来。再来第四种也是防锈蚀，我们可以做一些防锈涂层，比如说铅单、红单，有没有看过一些防锈的红色的漆，或者是黄色的漆？有没有？就是说铅单，单就是红色，对不对？单就是红嘛。硫曲单漆、单漆、照汗漆，我有没有学过？红色哦，等 ，OK。你们看那个旧金山大桥，有没有去过美国旧金山？有没有看过 X-Men？ 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叫万磁王，万磁王有一次跟那个光头那个教授 X 教授大战，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？他很厉害，他有磁铁的超能力，
那个旧金山大桥整个都弄起来，有没有看过？旧金山大桥为什么是红色？因为表层都涂了红斑，那个就是防锈蚀，这样知道吗？那其实他们涂完之后，红色也蛮好看的，低防锈蚀完之后就懒得再涂其他颜色了。红色也挺好看，对，用起来。我的开方只是修做一层表面处理，不会生锈，下一步就是要涂其他颜色。可是没想到突然效果很好，美国人就说很好，我喜欢，我们就用碰色，就这样变下来。到现在，你们去美国旧金山，西安的旧金山去玩，很多华人都在那边旧金山大桥，旧金山大桥还有很大，还有车道专门走，还有一个是。观光客行人可以走的路分流，所以你可以走。我从这一头走到那边还挺远，我就没有去走。大家都坐车开过去，然后红色的旧金山大桥经过，头尾好像有一些纪念商品店可以买。旧金山很容易下雨，雾雾的有雾啊，水汽，就可以在那边拍照。那天雾蒙蒙，有点飘飘毛毛细雨，我又没有带雨伞，我就没有走啊，就去看大桥。好，再来巴兰塔，想起来，巴兰塔产生的颜色不是这个这种很蓝很蓝哦，蓝黑色来圈起来，黑色、蓝色或金黄色圈起来。坐在什么地方上？枪管，看得出是什么颜色吗？蓝黑色，对，眼睛真好，蓝黑色，对，美观啊，漂亮，但是抗蚀还没那么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做磷酸盐处理，做完这个发蓝处理之后，很漂亮啊，这个枪加速。可是抗蚀性不好，知道吗？抗蚀腐蚀，所以我们还会再做圈起来磷酸盐处理，增加抗蚀能力。考试来了，磷酸盐处理就叫做什么处理？这个枪管最后如果增加抗蚀能力，做磷酸盐处理，请问是什么处理？刚刚才教。派克，对不对？刚刚才教啊，派克就是磷酸盐的，这个刚才教，你们都忘记了，是金鱼脑吧？哇，吓死人了！金鱼几秒钟的记忆，严总，金鱼几秒钟的记忆？好像七秒啊，放在一个鱼缸，它在游。游这一圈刚好七秒，游到这里，他开始会继续游。他刚七秒之后，他就觉得哇，我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好开心哦！又在游，游到这地方又七秒，哇，我又来到天天都是新的地方。如果在又看到一个鱼，又天天遇到新朋友。我刚刚到的派克处理，你要记起来哦，好吧？再来第六个也是防锈蚀阴极防蚀法，它是放在把一氧化的基础镁啊锌啊作为阳极之牺牲化起来，阴极防蚀法顾名思义也是把金属接阴极。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金属也接阴极？电镀啊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旁边写一下，跟个电镀一起念，阴极防蚀法电镀一起念，很类似。
铝合金阳极处理给你复习一次，268烟。来，铝合金阳极处理，这个就是阳极氧化了。来，画重点，来开始来画，这个东西重要哦。将铝工件圈起来，置于阳极，阳极圈起来，然后放到电解槽里面，像这样。有没有？然后就通直流电，直流电符号长这样，长的是正极，短的是负极，对不对？形是正嘛，所以正极比较长，对不对？好人活得比较长，坏人活得比较短，负极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常常放。镀在手上面做阳极处理，圈起来，铝、钛或者是它们的合金，或者是镁，圈起来。最常见的还是铝的，所以我常举铝门窗，或者是举那种你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种火箭筒，对不对？你站在哥哥的脚踏车后面的火箭筒，阳极处理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是铝。或者钛，钛比较贵。你看这个铝门窗，一般是不是以白色？是不是以白色外层啊？这个有的铝门窗是这个颜色，现在越来越流行这种颜色了。你们家的铝门窗有没有这种深褐色、黑色有没有？你们家有没有这种铝门窗？有，所以铝门窗有各种颜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做一些阳极处理过，防锈蚀，而且阳极处理完之后会有多孔性，这里圈起来多孔性，必须做多孔处理。多孔性也可以方便上漆，装饰性涂料圈起来。所以现在你们窗有很多种不同颜色哦，对不对？难怪你们买的那个汽车或机车的零件做了阳极处理，有各种颜色。网络上再去买，粉红色、黄色、绿色，各种颜色。因为做完阳极处理之后，它有多孔性，很容易上漆。你们要什么颜色就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这样。OK， 讲完了。阳极处理就是阳极氧化啊，自己做一个记号，这个打五颗星都不为过，打五颗星都不为过，好吧？再来，还有下一个我们讲到了渗碳处理，对不对？来，表面硬化，从这里啊，就是表面硬化，所以渗碳处理就是表面硬化的一种。这有好几种表面硬化，对不对？刚才那个叫做防锈蚀哦，这里是表面硬化，所以这里都是表面硬化，你要知道要能够分辨哦。这是常见的表面硬化的一个表，明白吗？给各位参考，我念一次啊：渗碳把碳圈起来，氮化也是表面硬化，碳氮。硫合圈起来，我都会念关键字，把它背起来是最好的。碳、氮、硫、铜，这几个都是化学的，还有一个化学的叫做 CVD， 叫做化学气象沉积，它怎么没有写在这边？这里就叫做化学蒸度法。所以我来读的时候，我来学，老师来背，我会把这一个归到这边，都属于化学的。所以你自己做一个箭头发过来。所以化学的表面硬化有我刚才念的这五种：碳、氮、硫、铜，这个气 CVD 化学蒸度法又叫做。化学气象沉积，现在写化学气象沉积，这几个都是表面硬化，
呢，你也是哦，把这个一起念，好，再来。物理的方法，表面硬化这几个你也要知道。高，把高圈起来，这是电磁感应，高中波硬化法。等一下，我给你看内容。高圈起来，焰圈起来，焰就是用火焰去喷表层，然后有点像淬火，这样就会硬化。高焰淬，淬圈起来。电解热、淬火、硬化、淬圈起来，这三种是物理。还有一个物理的这个物理气象成绩 PVD， 这个也重要。所以这三个跟这个一起，好不好？这三个跟这个物理真度嘛，也就是物理气象成绩，这四个一起背，就完了。啊，在1008克钢之前就完的物理表面硬化，还有其他的，我就不讲了。这样知道啊？新版的就1234记起来。高、焰、淬、气，物理，这个我都会用气这个字。反正你是物理，那我就物理气象成绩。OK 啊，或者有的同学想要圈这个“真”这个字也可以，看你看，高、焰、淬、真，对不对？高、焰、淬、真也可以啊，那这个就是碳氮铂铜真也可以啊。OK 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所以圣碳处理啊，我们看这个圣碳法就是这个。其他各张作品都集合在一起，圣碳法，含碳量在0.2以下，把0.2以下圈起来，现在圈，含碳量在0.2以下的什么钢？低碳钢圈起来，低碳钢是0.2到0.02%。低碳钢是0.25到0.02% 的碳，现在是0.02%到0.25% 叫做低碳钢，这叫低碳钢。那如果0.02%以下，也就是含碳量是0.02%以下是什么？纯铁。纯铁，我现在站这个位置代表含碳量嘛，我现在是纯铁，0.02含碳量以下纯铁。接下来我站过来，叫做低碳钢，低碳钢是0.02到0.25%，叫低碳钢。再站过来，中碳钢中级。0.3，记得住吗？0.3，为什么1、2、3嘛？对不对？到多少？0.55%，含碳量在这里是中碳标，再站过来，0.6到0.2%，就是高碳标，再站过来。2%到6.67%叫做什么？铸铁，含碳量是2%到6.67%以上叫铸铁。这样把人生的这个含碳量从头到尾背起来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就像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排哦，对不对？或者一个人的智商可以排哦，或一个人的努力程度，你看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吗？有没有把我刚才讲的自己写下来？所以你看这里哈，我现在讲的都是机械制造会搞的东西哦，所以他可以说含碳量在。
个是固体圣碳华，画起来，这里自己看，红色的字画起来，圣碳的时候，从圣碳的部位先入铜，想要圣碳的部位就不用入铜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啊、哦，一体圣碳法圈起来，这里会用到氢，氢是剧毒，哦，氢是剧毒，以前那个间谍要杀你，就用氢化物。007，有没有看过007的电影？007如果被坏人抓到。他一定会严刑拷打，对不对？他的牙齿啊，里面有就有放氰化物。当你自己受不了严刑拷打，想要自杀的时候，一咬，这氰化物就渗透出来，很快就心脏麻痹就死掉了。氰是剧毒，一体渗碳，增加低碳钢的表面硬度。不是防止锈蚀哦，听得懂吗？哦、我们刚才讲一些防止锈蚀的，像什么发蓝啊、派克啊，对不对？表面硬化分物理，表面硬化、化学表面硬化。刚才有一个表，这些你要两大分类要分开哦。好，再来，下一个气体渗碳法，给你看，那再来真空渗碳法。给你做自己参考，这叫真空渗碳法，好吧？这个污染比较小，刚才那个氢的那个污染哦，啊，真空渗碳，对，再来这个氮化法，哦，氮化法重要，打一个星号，它很好，专门用在这些合金钢圈起来，合金钢，合金钢圈起来，我现在讲合金很重要。画起来，生氮化法用在合金钢，有的同学会有错误观念啊，氮化法是氮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也是表面附在表面的，对，也是表面涂层啊，它放在什么？市面上氮化六钢以铝铬钼为主。合金钢，你如果背得起来是你的本事啊，背不起来，你至少要知道它是用在合金钢，可不可以用在木材？因为这个温度太高，520，木材都烧掉了。可不可以用在塑胶？不可以，用在合金钢，因为这个温度很高。有的同学有观念错误啊，氮化法以为可以用在各种材料。因为温度太高，合金钢，合金钢讲很多次，好吧，好嘞。肾元法刚才有讲过，对不对？肾红法，有这个东西，我画重点给你看，表面光滑，有的这个东西滑滑的。有没有去过泡温泉？硫磺温泉，泡完硫磺温泉，皮肤会很光滑。有没有泡过温泉？跟家人出游，你们去哪里泡？逛了，东部还是在西部？东部。东部啊，可能是台东红叶温泉，对不对？有那种硫磺，有的人去北部的北投，那边有阳明山那个硫磺泉，硫磺泉黄色的，泡完之后皮肤滑滑的，光滑，咕噜咕噜。有机会带你妈妈去，你妈妈会觉得哦，不得不说，母亲节给妈妈泡温泉，你去买那个温泉去北投的温泉券送给妈妈，妈妈眼泪掉下来，这样知道吗？你已经在感动，在哭了，是不是？
圣同法，哎，这都是重要哦。圣同法啊，这个我就很快走一下，好吧？刚才讲到还有什么东西？啊，这里好，走一下，走了，这一题就是收尾了，好吧？啊，火焰硬化，哎，你看，用在低碳中碳钢铁啊，有没有？刚才就在讲这个，我说含碳量0.3到0.55嘛，或者0.6，这里就是中碳钢，自己圈一下。刚才我讲中碳钢、低碳钢、高碳钢、铸铁、铁，不晓得你有没有把百分比写下来，这里就会出现。你如果有这些概念，就是有这个主干，你就比较清楚，好吧？这给你自己看，这叫火焰硬化。红色的自己是吧？自己画重点，圈起来，好不好？再来，电解热淬火硬化板，它这个机械已经放在阴极，淬这个字圈起来，阳极放不锈钢板，对不对？所以基建放。在一级，我们要的是基建，这样知道吗？我们要的就放一级，我们要的放在阳级，就是阳级处理，好吧？其他大概都是一级。高中波它是一种感应硬化板，圈起来，感应硬化，它的感觉哈，就好像你放到核磁共振或一些磁场改变的地方。表面就会发热、流汗那种感觉。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产品？我个人没有买过，但是我觉得真的会改善肩颈酸痛的。有买那种什么磁力线圈的吗？磁力项圈，我是不知道。有人说戴那个什么肩颈酸痛就没有，我会怀疑，因为你要有磁场改变，你才有可能去。改变身体的状态，我个人是认为的，我不晓得你们有买过，像这种高中波硬化法，它就是感应化，它会磁场会改变，电磁感应圈起来，然后它表面会产生高热圈起来，对，哦，然后你就会得到拔甜散甜组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喷水。让它急了，就会变成麻田散田，好吧？哎，那是这样，这叫高中波。再来是什么？没了，大概是这些，好吧？那我们刚才讲到了，大概都讲了第四题嘛，对不对？107年统测，有没有？现在比较有概念了，我干脆跟你讲，再去看那个画重点就比较有概念了啊。磷酸盐、钛颗，它跟铬酸盐不一样，这样子啊。铝合金、阳极处理，这个都是防锈蚀。渗碳是防，是表面硬化。那刚才学过了这些，表面硬化有分化学的表面硬化。物理的表面硬化有没有啊？碳氮硫铜气，还记得吗？哎，关键字画起来哦。高中波还有什么？我叫你焰，火焰硬化，对不对？淬火的，有没有这些关键字？还有一个是。PVD、CVD， 对不对？这两个你要比较，就是一个是物理气象成绩，一个是化学气象成绩，有人叫做振度啊，这些都是表面硬化处理，你要去看那个表，好吧？自己要去整理一下。这节课到今天，从头到尾讲到现在，快要断气了，差不多快下课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希望你自己要画重点。好吧，考试重点就是我刚才讲的。
加油！